我们去完文英馆回来，因为小北北有提醒我，他说我点完药要洗澡了，你不要在那边都做别的事情，妈咪的事情要先做好。我小北北要洗澡，因为那天洗游完泳我们回家没有洗澡，因为想说先点药好，点完药他那个要四天才能洗，然后他上去这边了。好，那我先帮他洗，这个太难录了，就是给他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要用这个帮他洗身体，洗完以后要用这个帮他洗屁屁，因为这个有香。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热水是预备的，那就是帮他把水弄。小北北了，过来洗澡，要洗澡了。你看他这样子稍微弄一点点水，其实不会整个湿。你不要在那边玩啦，幼稚鬼！妈妈现在拿手机，手又湿湿的，这手机没有防水。来，过来了，我们洗澡了，来聊一下天。来，上来上来，自己上来，自己站上来，快点站上来，快点来，站上来，自己站上来，快嘛！不要，呵呵。好，你要在那边哦。好，那我过去那边帮你冲，我厕所冲干净。那我们在这边冲，他不会跑了，只是我现在这样子很难抱他。好，你这边冲，他就不用小椅子，在马桶上面洗也可以。好，那我帮你洗。来，好了，我们不录了，好，先洗澡。不然我现在没办法抓你这一只手。